控制啊，就像小孩有时候早看嘛，那我昨天有牙，今天没牙，你可以牙齿早早看。这样的蓝天很，先要培养嘴巴的。林董也有把它剪掉了。他也很喜欢他那个位置。对对，最近都做的。而且最厉害是你闻开让他咬树。根本不知道他要干嘛，没有人知道。应该这样，就是感觉要吃很碎的东西。不晓得是什么东西。对，他很喜欢跟。对啊，就一口一口一口的呢。手要沾一下，这样吃不停。不晓得，第二次，第二轮了。刚才出去逛一逛，又回来。谁？我说我找一下他。哎，我去啊，我去看他呢。